来看看啊，一个老外的迷惑行为，咋的？看个腰间盘，跟你线儿反了还是咋的？一直在这倒着走啊？啥呀？啥也不懂就别说话呀！我这都是粉丝教我的偏方，不知道偏方能治大病哎呀，我啊！看你现在不仅是腰间盘有毛病，那我不就得挨个试试吗？万一有用呢？怎么的？粉丝还教你啥偏方了？这不就是让我倒着走吗？还有人说我得学什么？青蛙爬还得站桩啊！站桩，为啥？哎，老公，站桩是啥意思啊？站桩不知道呀。妈把这台当我徒弟了。哎呀，我哎呀，姑娘，干你咋活这么懂事了呢？那我感觉你也没啥活啊。上次刚开完会，我也想了想，咱家女人总是要撑起半边天的。哎呀，咋的？那老妈病了，这才是我妹。那我不干，谁干呀？哎呀，完了，就是啊。那来爸来给爸爸吧，小对，手宝。这不就对了吗？不是，我怎么感觉中计了呢？啊！爸爸，这叫苦肉计。